略施惩戒。狗子，你能咬到水管里的水，我就带你出去玩。说话算数，看我的。其实挺好玩的，主人，我不用出去了，咱们就这样玩一天吧。相比之下，家里的猫就文静多了。周末在家里学学烘焙不好吗？要想面包烤得好，和面技术不能少。等我把烘焙技巧学会了，就再也不需要依靠人类了，那么反攻地球就指日可待了。有的猫咪则天生就有潜伏的优势。附近有小鱼干的味道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干喵，你在干啥呢？别吵，我在扮演一个特工，看不出来吗？再说了，我隐藏的这么好，你是怎么看到我的？大约是因为你那灯泡一样的眼睛吧。下面这位工匠就运用多米诺骨牌原理，分分钟砌完一排墙。大哥，我就想问问你，把这些砖用了多久，是不是都够砌起一面墙了？狗子，我给你洗澡感动不？不感动，不感动。你给我等着，等我长大不把你家给拆喽。我忍，我忍。做狗真的太难了。